运气也不是很好呀，然后船准备开了，那这位置我上不去啊。我跟他讲能不能等等我，他说让我从前面的小岛上去。这里很怕啊，如果撞鬼我直接就嘎了。那还是照了，照的晚了，我已经到船边了，那直接往上走就行。好，可以，对，自己做个背包。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枪手死2次了，没有弄明白。后来想想还是先给自己做个弓吧，做2把弓。武器也很稀缺，然后枪手就莫名其妙的。